哪有人敢给我碰上闯入过？妈，你下去看看。就是，这怎么开车的？我看看去。哎，儿子，这什么车呀？没事吗？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车，车标都印重影了。下去给我逮一套，就咱村里那一套。你怎么开车的你？开车不开路啊你？哎，你这老太太，什么说话呢？这么没素质！说啥没素质？就你有素质，你给我下来！ 车门都撞反了，你给我下来！莫姐，哎，你这老太太，你这……这开眼看看！哎呀，我以为干上了呢，这不没干上啊？你还想干上？你知道我儿子这什么车吗？奔驰大队，撞你那个破杂乱车，撞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妈，多大点事儿，怎么又跟人吵起来了？儿子，真是有惊无险。 就差这么一点就撞上了，这要是真撞上，就他家那两亩地够赔的吗？妈，这车没撞上，也就算了。我看这叔也是往这方向去的，弄不好咱们还是乡亲。叔，我这车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当了点土，要不你把这全车给我擦干净，就算了。你这个人，哎，你这小子是不是在镇上五中和我们当时在是同学呀？二蛋，你说赵大头？哦，妈，那更不是外人了，这是我同学他爸。 少鹏，上初中的时候了，我见过你。这几年不见，越来越立正了。这家伙，大奔都开上了。你别一口一个少鹏，一口一个少鹏。我儿子的大名是你随便叫的，你得叫彭总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毕竟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跟我交流交流，还能长长见识。少鹏，没那么夸张，这几年镇上发展挺快。 大头那儿也买上车了，叔，我看你岁数大，我也明说，你就别吹了。你看你破车，车标都印重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买车可不能光图便宜。刚才我看你那个车门都装反了，这安全系数能高吗？买车的时候我也跟儿子说了，没必要买这么贵的车，可人家就这么帅气。哼，你还跟我装上了，走走走，走了嘛。 是来谈合作的吧？这谈合作讲究的是实力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知道我儿子开什么车来的吗？奔驰大 G B88，见过吗你？就你还想跟我儿子竞争，生什么你？跟我谈合作，可不是看你开的什么车。赵总，大头，原来你就是赵总啊！今天下午我还见你爸来着，还跟你爸唠了家常。我知道。 今天下午爸已经给我说了，老同学谈生意就是敞开，来，也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产品我就不看了。二位，请回吧。哎，你这人，我的产品你看都不看，该不是你老爷子回去说我坏话了吧？就是。赵鹏，阿姨，毕竟有点小成绩，目中无人，往往感觉自己很牛逼的人，只是因为他圈子太小。记住，人外有人。